世界的命运。看好了，我就是那个决定命运的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能跟我一样迎接自己的命运，你们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的荣幸。恩若斯让我看见了真相，要拯救艾泽拉斯就必须接受他的赠礼。跪拜与服从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我就是浩劫，我要杀这家伙，让我来，万物将烧成灰烬。需要目标。何必抵抗？投身于火焰之中吧。还没准备好。帮助史瑞拉隆。我会看着你们烧成灰。Thank you.
现在没有目标。信号干扰已排除，已重新建立连线。你回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原来我的朋友轻易就会相信我背叛了他们。各位勇士，那个幻象同时也是施展给我看的。本若是想让我们相信我的腐化是无可避免的，尽管怀疑我没关系，但我敢承诺，在恩若斯化为消失倒在我的脚下之前，我绝对不会放手。血肉很脆弱。
定会消灭你们，让你们血流。离得太远了。人渣，去死吧！
之法力，黑暗聚集。再靠近一点，吞噬法力，黑暗聚集。硬如磐
之法力。
勇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你们的脑袋闻起来很美味。理智崩溃。真的吗？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出范围了。再靠近一点。Ha ha ha!
梦夜现在才要开始。你们的脑袋闻起来很美味。想彼此交融。我离得太远了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理智崩溃。我需要目标。真是和幻想彼此交融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是的。